曹格在去年结束14年的婚姻，但在日前却突然情绪低落，晒出以前全家福，并用英文写下救我，还多次到前妻的贴文底下留言，状态让外界相当担心。而22日他也重返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，这也是他在网上失控后第一次在大众面前露面，但他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整个人相当开心活泼，一连演出多首经典歌曲，让现场粉丝全都嗨翻。在和歌迷互动的桥段，有一位女粉丝趁机问曹格你爱我吗，曹格则幽默回应粉丝我应该会爱你吗，有趣反应逗了现场所有人。不过唱到一首经典情歌时，他却突然感慨表示至今依旧不懂得该如何爱自己，不过曹格承诺会努力尝试。至于自己的感情状况，他则没有在演唱会上多做说明。